哟，这是我伫网络顶面下载的，今年贷款计划书的资料。下内底哦，嘛有我的这个创业辅导的，我的学分证明，还有证件，啊，请你看嘛，看敢需要啥物资料。要不我寄你份贷款的切结书，加扣起来所在的请你签名。啊，你准备要做多一方面的头路，是要做咖啡厅，也是要做小吃？我要做直播包围。经理啊。 安尼上专心的保护，也麻烦了。一定一定。你若要做直播购物，这就跟真个呢。这个月来申请青年贷款的，十个有八个就是要做直播购物哦。这我知影，不过我甲其他目标性质的人无共。这是我的兴趣，嘛是我唯一想要做的。是我相信，我一定成功的。<笑>有信心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若是拄啊创业啊，就伤过自信。 感觉家己足够好诶，大部分拢是倒啊。平淡。嗯。那遮尔多好啊，是啊，拄着实在人啊。伊嘛是来借钱诶啊。啊，是啦，咱是应该给更生人机会啦。啊，毋过，参照伊即种无还款能力诶人。 应该已经互袂少银行拒绝啊咧，经理啊，莫讲我无甲你提醒哦，要借钱互伊正常啊，应该先调查伊个背景啊，较免你借侪钱啊，拢是袂转来啊。银行要紧的是个人的信用状况，甲未来还款的能力，甲伊过去的背景无关系。而且对你做啥发了差啦，若是讲要调查吼，行动来。 你的丰功伟业比我较少，而且哦，佮比我较精彩几啊百倍。过去是我看唔对人，才予家己饲个狗咬一嘴。你甲我大钱一个利息，我着要找你讨嘞。好凶好凶，你家己我才还手啊！这二十几年来，连本带利甲算算的，恐惊我们一世人拢还袂完。 <笑>好，阿芳啊，拄则听你讲，你嘛要做直播购物啊？哦，一个月敢有业绩吧？还是讲连一包饼拢卖袂出去啊？啊，若是无业绩，哪有钱会当还款啊？想袂到现在你对我真尔关心的，连我拄出来做直播的影片你拢看过啊？ 看着阮公司较早的主持人啊，安尼花几波拢无人来买，一千五你也赚袂着，真正感觉一可怜的啊！啊，安怎？我甲这间银行交情足好诶，看在你较早为我做些分享，敢需要我替你甲经理阿姨写一下？无需要，你只要还你家己就好啊。若是讲你手头只的乌心钱，银行经理敢知影？经理啊！ 你唔当掠做讲你溜溜大客户诶，到时阵哦，你若是讲讲我去用利用去洗钱哦，你着害啊！陈世邦，你嘛敢来会当伫只人嘴花尔？哼！你互关出来以后啊，竟然阁想要食直播购物即块饼，想要甲我抢生意，甲我星星直播饼洗死，安怎？你是无才调？ 做其他工课也是无。我若是甲你讲，我的愿望就是甲你星星直播的看板跳落来，你安怎？<笑><笑>我叫是讲你坐甲坐遮尼久哦，应该变甲巧的啦，啊！就凭你，是要对抗我的星星直播啊？ 这人，那真来单纯啊！<笑>啊对了，经理啊，我咧讲几波吼，伊讲真正要借钱吼，这个无还款能力的人啦、啊，你也考虑清楚哦。啊，若无啊，我替你感觉足烦恼的。多谢行政的提示，我会更加谨慎来评估。那会当凊彩听别人使用几句，都不要反过。阮的资料是照规矩来的哦。你也免在遐气泼泼啦。
银行不是戆人，哪有可能清清菜菜把钱放在水沟里面，对吧？不看这样啦，看在你爸爸跟我是老朋友的份上，只要你够贵的磕头回事的，你创下的钱啊，我免利息都借你，卡要你走回台湾啊，都借我钱啊，安怎？我也想超过别中意他，他只是想要跟我口水跟我侮辱而已，他才照不到再去白天照就好了，我就不相信他设立更安怎大让只手遮天创新办法。我就是你在龙阿来找你什么安妮给做靠山呢，才有法度在看守所门口在我面头前让你走去，原来啊只不过是一个靠外表专门在赚宅男的钱的小偷啊。你两个啊真正是温故的高动工的天生一对啊，摇摆无落皮骨，无影像上来还阁毋知影，是会够行动的哦，伊对我真了紧的，连我身边的人伊做啥物工课你拢调查个一清二楚，这嘛是安怎？你是平常时有咧追踪我的粉专咯？敢讲，我的存在，予你遮尔大压力？我哪有可能对迄种无钱无势、佮无人要看主持人有兴趣啊？对我来讲啊，你只不过是伫涂骹的狗遐咁款。对啊，我若参像一只狗遐同款，不过你唔通看伊无点的，因为大象若是一个无注意，伊嘛是会当趁机会钻入去伊的耳内底，佮不佮起笑的，也够有。你即嘛要笑，你着尽量笑，以后着爱坐稳。你有到时阵，我一定爱你家己欠我的，总不还我，而且爱你加倍还我。好啊，啊，不过你也较紧的哦。我这人无什么耐心，唔通花等伤久啊。啊，若无我那是记载袂掉，我就让你先转去了。笨死就是笨死，讲话遐尔歹听，若不是你把我叫来，我就给佮打死。讲以前的事，我受过冲暴，再想到我最爱的人，又搁害我最爱的兄弟，到即摆拢心思不平。这五年来，我伫外地学会痛苦内底，我直直咧想当作是，我若是卖这样冲暴，卖去冤仇，我甲失去理智，或者即摆淡是即款的结果啊。所以在我要出来之前，您帮我甲我讲一句话，我家己活了上好，就是对敌人上界大的保护。所以拄只过境，不管怎搞不了，我拢袂放心啦。因为我足知影讲，我若是要甲拍倒，我也是爱忍耐。